家好，我是帕尔达，我是库尔勒人，我现在的工作是一名服装店导购。我们这家店的名字叫库扎姆宋装店，库扎姆在维语里是报备的意思。我在这里工作已经一年半了，每天接触很多人，学到了很多东西。现在买的主要是秋天的衣服，我们店里80%的衣服都是纯棉，绒的原料都是新疆本地棉花。因为独特的自然环境，新疆棉花质量很好，所以我们的衣服很受顾客欢迎。每年秋天到冬天这几个月是我们生意最好的时候，因为新疆冬天天气比较冷，所以棉衣买的比较快，生意自然也就好了。通过在这里上班，我赚到了钱，也学到了销售的技能。我现在的生活很稳定，也很快乐，希望在今后的每一天都能取得进步，以后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服装店，加油！